是穿裙子吗？她也是女孩啊。你没有觉得凉飕飕的？头不头？我们为什么要围感觉围着一个女孩了？要盖她的裙子？她已经是女孩。哦，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快去吧！太刺激了，这个节目。我负责任的说，就是这么多年，直通春晚，我要上春晚，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嘉宾集体站起来跑到最前面去看的节目，厉害不？我这么久也第一次发现一个魔术师表演完了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那个魔术师。我感觉我把那孩子给害了，李玉刚穿这件红裙儿就走了，我心里都。那他们还能变回来吗？还是人生从此就改变了？明年的直通之夜，我再把他们变回来，好不好？